嗨，回来了。是啊，回来了。你又去哪儿了？外面灰尘那么大，你身体又不好。啊，不行，我要在外面联络他们，看怎么对付厂方。好啊好啊，我煮个黄泥汤给你喝，做沙粒饭给你吃。什么啊！我想干什么？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如果我一天没有搬走的话，你们绝对不可以开工。你也是个打工的吧？你是怎么回事？竟然站在他们那边，你应该帮我才对嘛！你现在这样做就跟我过不去。老兄啊，这不都是为了糊口吗？啊，我怎么跟你过不去了？啊，有什么事你去跟我们老板说，对不对？这个我不管。我告诉你，你们老板一天没有安置我，没有批钱给我的话呢，我是绝对不会搬走。你这个人真不讲理啊，你太不讲理了。你不管是吧，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再不停下来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没有，没有。孟海，大海，你何必这样呢？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呢？厂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在这厂里熬了大半辈子了，我得到了些什么？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的窝呀。哎呀，海，你也看见了，我们的陶瓷厂现在这种情况，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有口饭吃嘛。厂长，我知道我们厂里生意是不好，但是你可以卖地盖房子赚大钱呢。你说会赔偿给我们的，现在赔不赔啊？赔个屁呀，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啊。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只要你答应搬出去，承建商就会把2000块钱交给你手上。如果你真的搬走了，再给你2000块做安家费。2000块？你开玩笑！我去办手续的时候啊，他们就告诉我，香港那边的钱还没有寄过来，叫我先搬出去才给我安家费啊。好，我们先不说这些了，我就说说陈六和李超吧。他们搬了都一个月了，现在有钱吗？一分钱也没拿到啊。厂长，我老实告诉你吧，我现在准备联合所有的人一起写一份联名申诉书去市政府那儿告你们。我想市委一定会处理这件事。你这么做就是要砸我的饭碗啊！你别以为我这个厂长好欺负啊，大不了树倒猢狲散，我不是好欺负的。师傅，这次是我们不对，操之过急了。这样吧，你到我们办公室去，有什么事大家慢慢商量，一定帮你解决的。你少跟我来这套，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哎，这样吧，你到办公室慢慢说，我先给你2000块搬家，然后将来美丽花园盖好了之后，我以50%价钱卖套房子给你，这样行了吧？你会这么好？就算是，我也没钱买啊。厂长，我尊重你的名誉地位，暂时不联名去告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好。哎，嫂子不用送了，你不介意最好了。马厂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你就饶他一次吧。哎，没关系没关系，刚才的火气也大了一点，既然海不介意了，那就最好了啊。我先走了啊，你呢劝劝他快点搬吧。好好好好，我会的啊。好。阿海，我走了啊！就这么说定了啊！阿海，厂长已经这样低三下四的了，你何必再发这么大火呢？你知道吗？正因为他是厂长，所以更应该为工人着想。如果现在不争取啊，那到时候我们会一无所有啊！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都50岁的人了，为什么要争这些东西呢？厂长怎么说就怎么做嘛。自从你得了肝炎之后啊，厂里就立刻给你调了职，叫你当个护卫员。厂里已经很照顾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在厂里熬了大半辈子了，我的肝炎也是这儿累出来的，本来我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的，现在向他们追讨赔偿那是很合理的。他们说赔钱给我，到现在都没兑现，如果我再不追下去的话，那就什么都没了。
你怎么这么顽固？这个地方实在是住不下去了。我和女儿到表姐家去住，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知道吗？我是这里的联合发起人，我不能够离开。总之，他们不赔偿我，我坚决不走。那你留下吧，我们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我搬走，想得美啊！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哎，少杰兄，当时我们的陶瓷厂世道不景，供求不协调，加上经营管理不善，所以才决心结束大部分的厂物生产来做地产，一心以为啊，可以转亏为盈，又能解决工人的生活。所以在赔偿方面，我们在合约写的都很清清楚楚的。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成兄，你可以放心，现在暂时只是香港的资金调动不灵而已，过几天就解决了，你不用担心。哎，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工人闹事，上面一定会追究的，我怎么交代呢？这我知道，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以前有很多居民提过意见，我们不是都摆平了吗？哎，放心吧，我们在香港的资金雄厚，一定不会有事的。最近因为香港的股市波动太大了，所以我们暂时把资金都调到股市上面去了。啊，对了，上次你托我买的二发地产，助手打电话告诉我说又升了，说赚了50000块，还问你要不要卖啊？哎，你帮我拿主意就行了，反正这些钱是意外财嘛。好，我们来干杯吧，预祝我们的雄图大业得以顺利发展。嗯，哎，慢着，关于孟海那件事，你一定要抓紧点。放心吧，一定能解决。干杯。表姐家住，你快点搬过来吧，别死心眼了。让他们安排吧，我们人穷只好受穷，不如见一步走一步，别再惹事了。反正你也拿他们没办法，想开点吧，快收拾一下搬来住，表姐会谅解我们的。别忘了吃药，不说了，快来吧，我等着你啊。穷人家一辈子受穷，我就不信有理说不清。但是那又怎么样？啊？你能买套房子吗？能买家具吗？你能下班就回家看电视吗？听听音乐，喝喝啤酒吗？每天炒几个小菜来尝尝啊？不行啊！你都快60岁。你不过是一个看更的护卫员，还是个肝炎病患者，现在公司可怜你才把你留下来，你还想怎么样？你快拿镜子自己照照，跟我斗，哼，你是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亲一下，嗯，哎嘿，你看看那边多漂亮啊，啊，是不是？是啊。哎，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好不好？好啊，我们到那边去啊。哎，好不好玩？哎，开心吧。哎呦呦！来来来来，看这个。哦。
来，你看妈妈。来来来来，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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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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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开心吗？好玩哈，哎，小心点啊，哎，哦，哎，开心了啊，哈哈，累累累，你怎么样？现在真开心啊，哎。哦，哎，哦，哎，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小心点啊！哎，慢慢上啊！嗯，好，再来啊！小心点啊！这边这边，哎，爸爸接着，来，哦，哎呀，啊，好。光靠我的薪水，吃药已经花掉一大半了，我拿什么跟人家斗啊？今天早上我们接到有人报案，现在我把这个案子告诉大家，等一下呢大家分头找一找看有什么线索，你们到那边去，你们两个负责这边，你们就到那边去看一看。哦，好，好，分头行动吧。是是，好，仔细看啊。好，到那边看看啊。记录清楚啊。嗯，好。对，是没什么发现吧？对，那种事情看来不是意外。你到那边看看吧。好，拍好了，行了，他这边拍一下啊。他的家人要查一查，问一问，看有什么线索。好。还有，我们要找找问问别的工人。嗯。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是啊。拍好了啊，走吧。是石油气引起的爆炸。同时我们在孟海的家里面捡到孟海的老婆写给孟海的信中发现，孟海因为
钱的问题和搬迁的问题感到非常的困扰，结果弄得心情非常不好。我们也调查了孟海过去的为人，他这个人呢，大男人主义很严重。过去呢，他曾经是个精湛的烧瓷师，但是得了肝炎之后，厂方为了照顾他，给他做了调职安排，引起了他的不满。平时也没有人跟他交谈，慢慢的形成了自暴自弃的性格，所以这次的意外很有可能是他自杀造成的。我跟陈全在房子周围查看过了，没有发现破坏的痕迹。你叫我和炳哥向厂房调查孟海有没有得罪人，结果跟你说的一样，他把同事拒绝之门外，不可能得罪别人。陈全，你有什么发现呢？根据我这几个月的档案记录资料，前些天有多宗的伤人案和一宗石油气爆炸案，都是美丽花园兴建后发生的。加上我们这次对孟海的调查，使我感觉到孟海不是自杀那么简单。你认为是另有别情？当然了，机场花园为什么兴建的那么急促，还有十多户人家没有搬出来，为什么就开工了呢？是为了讲效率吧。但是从档案上来看，有许多牵涉到受到伤害的人都曾经拒绝搬迁呢。可能是他们在搬迁的时候发生争执引起的。美丽花园的前身是一个经营数年的陶瓷厂，里面的工人除了孟海这个人稍微偏激之外，其他的工人都相安无事，从来没听说过发生什么争执。这么看来，厂房跟建筑商之间是有关系的。这只是我对整件事情的一些个人看法，至于真相是什么，陈全，你能不能对于那儿的住户再做一次深入的调查？不是不行，但是上一次的调查我已经暴露了身份，所以那些居民把我当成了厂里派来的间谍，不愿意跟我多讲什么。我看还是派别的人去好。派别人去？这样啊。那好，我去做进一步的调查，你们按计划进行吧。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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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走。哎，请等一下，先别走啊！对不起啊，我想问问，我是城市日报的记者，我想问问美丽花园新建以来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不起啊，我一无所知，反正他们不给我们应有的赔偿，我们是绝对不会搬走的。他们再来捣乱，我们就告公安。我就是公安，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捣乱呢？请你告诉我。啊，这是我的证件。你一会儿说是记者，一会儿又说是公安。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去问别人好了。哎哎哎哎，哎，你好。嗯，我是公安，我想问问你们的窗户和你们的墙是不是有人故意弄成这样的。是啊，自从我们不肯搬迁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窗户总是被人用砖头砸烂了。开始呢还以为是小孩子在捣乱，后来修好之后呢还是被别人砸烂了。承建商又派人来说叫我们尽快搬出去，这样呢就会给我们赔偿金，还说最好动员别的住户也搬走，那样就会给我们双倍的赔偿金啊。那你有没有办手续和劝别的住户啊搬走啊？没有啊，我没叫别的住户搬走啊，但是事后呢我曾经到过承建商的办公室办手续，可是赔偿金呢他们就找各种的借口啊，一会儿说呢一会儿再来吧，一会儿说呢搬完了之后再来去拿钱吧。我们知道他们以前呢就是这样的啦，老是无休止的，他们呢太不讲信用了，我懒得理他们呢啊。邵老板，邵老板，进来。
老板，公安侦查组的。进来再说。哦。老板，公安侦查组的宝仪在到处调查呢，现在还在问九叔，我怕早晚会找到我们的，怎么办呢？这样。那该怎么办呢？除了孟海这个人稍微偏激之外，其他的工人都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什么争执。最近呢，我的电表、水表都坏了，经常被人弄坏了。赔个屁呀！我一分钱没拿过。那你别以为我这个厂长好欺负啊，大不了树倒猢狲散。我是绝对不会搬走的。哎，是啊，自从我们不同意搬迁之后啊，不知道为什么窗户老是被人砸烂了。还有最近呢，我儿子回来说有人恐吓他这件事。哎，你来了。是啊，队长你回来了，请坐。好。队长，关于美丽花园尚未迁出的居民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所以他们现在都没搬走，同时还遭到一些人的破坏，所以我怀疑有些人是故意搞破坏。美丽花园的问题我们早就有所察觉了，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知道有人捣乱都不报警呢？他们报过警，但是报警之后公安一走，这些人的家里无缘无故被人扔石头，而且遍布家里，经常呢有些小偷光顾家里，总是做些小动作。那他为什么不再去投诉呢？他们做了联防准备，设了个陷阱，所以现在情况好了一点。但是有位居民，他叫九叔，他不愿意跟任何人合作，更不愿意谈赔偿的问题，也不肯搬迁，因而我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一，为什么居民还没有搬走就展开建筑工程呢？尘土飞扬，起码会影响到居民的健康。第二，关于赔偿的问题迟迟还没有解决，这一点厂长和承建商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搬迁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是现在等待赔偿搬迁的居民呢受到骚扰，很显然是有人急着要动工，以便收取楼花，达到套现现金的目的，所以才做出骚扰居民的事情。阿宝，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人民的利益任何时候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发展地产会对国家带来很多经济的效益，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尤其呢，现在关于九叔的问题，你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关心。关于建筑工地的事，我会把真实的情况向上级做进一步的汇报。你呢，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去调查厂长马玉成最近的情况。我呢，也会通过国际刑警的协助，调查任少杰在香港的真实身份和他的背景。好的，队长，我先走了。好。又是你这兔崽子！哎，你们这些王八蛋啊，又来这捣乱啊！以为我是个瘸子就好欺负？他妈的，往哪儿跑！兔崽子！你们这些兔崽子，专门跑来欺负我这个瘸子啊！王八蛋，你别跑！王八蛋！
老子打死你，王八蛋！干什么？王八蛋！来呀，过来，这边，给我站住！来呀，王八！追呀！跑！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站住！有本事别跑，跟我打一场！他妈的！马叔，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没事。我扶你回家吧。啊，小心点啊。来，谢。小心啊。小心啊。来，哎，小心。小心啊。来，大叔，来，小心啊！来，哎，慢点。哇，就到了。哎，大叔，小心啊！谢，坐下，来。哎呀，小心啊！哎呀，小心。先喝杯水，大叔啊，来。哦，谢谢。没事吧？啊，没事吧？啊，没事。哎，你是九叔吧？谢。你是不是九叔啊？是啊。你是？我就是上次来找你的那个公安，我叫阿宝。哦，上次敲门那个。对，是啊。哎呀，宝姑娘，上次真不好意思。哎，不要紧，你别这么说。哎，九叔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就别提了，扔石头啊。啊，那为什么不报警啊？报公安？哎，有什么用？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早点搬走。那你为什么不搬呢？哎，宝姑娘，喝杯水啊！啊，你怎么知道？来，来，坐。怎么会不知道呢？哎，宝姑娘，啊，哎呦，你说，啊，说啊。哎，怎么会不知道呢，姑娘？那前两天。就前两天有个姓人什么的人，他来过，开头跟我们说的时候啊，客气极了，态度温和极了，可是到最后听到我拒绝他的条件的时候，他的脸刷的一下马上就变了，后来还听他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小心日后家无宁日，哎，不用说了，一定是那小子在闹事。你有没有和别的邻居一起跟他们谈谈呢？人家是为了得到应得的报酬赔偿嘛，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死活不愿离开这个地方。哎，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搬走呢？哎，说起来啊，话就长了。要怪，就怪自己过去没好好做人。小时候仗着家里有几个钱，不好好念书，整天游手好闲呢，还认识了些流氓地痞，调戏啊，非礼，结果啊，惹了一身的官司。哎，出狱之后呢，家里以为我会重新做人，谁知道我还是那么执迷不悟的，结果呢，就做了小偷。但是呢，我可不简单呐，把老爸老妈给气死了，老婆也跟我离了婚。哎，我呢就过惯了放荡的生活，又没有钱，结果从小偷变成强盗，又被关到牢里蹲了十几年。出狱以后呢，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找到这里来，陶瓷厂的马玉成厂长，他不计较我的过去，让我在陶瓷厂里工作。从此，
我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谁知道六年前，有一次瑶池失火，我为了救火，被一座很高的瓷盆咔嚓压了下来，把我的腿给压断了。派个专人伺候我，一直到我康复为止。以后我走路就全靠拐杖了。厂里长期照顾我，还分了这个房子给我，还跟我说，只要厂里存在一天，这房子就是我的，除非我自己不要。哎，九叔，你可真傻。其实你可以要求重新分配和赔偿的吗？姑娘，你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到现在还没有户口。这房子是厂方利用退休工人的户口转给我的。再说我这个瘸子绝对不能离开工厂的附近，要不像现在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不但是个瘸子，还会变成瞎子呢。那你可以跟厂长谈一谈的吗？哎呀，这几年我们够麻烦厂长的了。再说常年得到他的照顾，不好意思再给他添。哎，九叔放心吧，这件事我一定帮你解决的。啊啊，真的？嗯。哎呦，宝姑娘，我可要谢谢你了。哎，九叔，谢谢 你不要这样，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放心好了，我尽快给你带来好消息。宝姑娘，那我先谢谢你了。那就这样了。不用，我先走了啊。喝口茶吧。不用送了啊。好，你的腿不方便。有空来坐啊。慢走，我不送了啊。哎，慢走。厂方对原居民搬迁谨慎处理，要下令安排告示，给全体居民做妥善安排，才能进行新建工程，否则将撤销发展地产计划。你过来一下。厂长，什么事啊？小泉，你知不知道美丽花园的工地有多少户还没搬走？21户吧。什么原因还不搬走？还是你上次看过的问题啊，任老板的钱都到现在没有汇过来，所以没办法让他们搬迁。还差多少钱？大约30多万吧。30多万？好吧，一会儿我找任老板谈谈，你出去吧。是，厂长。
刑侦处向国土局投诉，现在国土局来函说一定要把原居民安排妥当才能够施工。那你欠的38000块要尽快交出来，不然的话国土局会取消我们的施工计划，那我们向银行透支的施工材料就完了。玉成兄，我明白你的难处，但邵老板旅行去了，其他的股东也做不了主，我也没办法。我怎么办吧？玉成兄，我看这次要靠你想办法了。以你在本地的名誉，30-40万不会把你难倒的。你仔细想想，我们只要把居民全部都迁出去，能够准时动工的话，广告在电视上一播出，这块本市的地王还怕没人来买吗？2000多个单位，每人付10000块定金，就算是5折也有上千万，到时候什么都解决了。不，我是说到时候我们有充裕的资金把债还了，就可以专心发展我们的计划了。那好吧，我回去问问厂里的意见。你是行政处的宝仪小姐吧？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呢？我刚才正在追捕一名凶徒，看着他走了进来，所以我特地上来查看一下，这里是不是藏着凶徒？你无凭无据擅闯民居，你说我是杀人犯都可以了，这是执法行为吗？说得好，难道暗中指使凶徒偷袭，叫做流氓，骚扰居民，强逼搬迁，以达到你谋取暴利的目的，这又是合法的吗？我告诉你，我是正当商人，你不要胡说八道。要不要给你们局长打个电话请示一下，什么叫擅闯民居，污蔑诽谤，什么是法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问问他该怎么做。姓任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你以后要再搞阴谋诡计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自为之吧。我也告诉你，虽然你是公安，也不能胡作非为。你要是不知好歹的话，一样没有好日子过。我要是怕你的话，就不会当警察了。希望你以后别栽到我手上。任少杰，又名任斌，今年38岁，广东人。住在九龙红磡马来街30号4楼，任职香港大发财务公司的行政助理，过去曾在澳门赌场任职，因贪污被撤职，后因在港行贿而被判入狱3年，出狱后曾参加过黑社会组织，是备受警方注意的受监视人物，而他现在任职的大发财务公司是一个专门向居住在公共屋村的住户释放高利贷的人，以便谋取暴利的不正当公司。家庭状况，父亲很早就死了，家中还有70多岁的高龄母亲，妻子名叫方婷，28岁，现任职公关小姐，无儿女。阿宝，任少杰的为人你已经知道了，前些日子发生的居民被骚扰的事件，孟海的家里案件造成了死亡事件，以及刚才发生的有人想暗杀你的事件，这些都不能让我们猜测到跟任少杰这个人是有关系的。我已经调查过了，他们一方面进行逼迁计划，一方面在进行施工，而且逼居民迁出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关键的关键就在于九叔家的这个工地的入口处。所以你希望我经常去九叔家，好让他们没有办法威胁到九叔，以便拖延时间，到时候狐狸自然会露出尾巴，必然会有所行动，等我们拿到人证物证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抵赖了，是不是？不愧我对你的栽培，连我这个队长脑子里想的什么你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了。至于陶瓷厂方面，我们会告诉他们对任少杰这个人要多加提防。老板，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去办了，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但是就是九叔家有点麻烦，我们想尽了办法。老板，最近有很多陌生人出现在九叔家的附近，我担心是公安的便衣。是真的吗？是啊。还有啊，那个黄宝仪啊，
每天都去九叔家，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什么事？你叫我们盯紧点儿，逼九叔早点搬走。我看最近不能妄动。算了，继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随时来这儿告诉。是，老板，我先走了。想拖延时间整死我，还没那么容易，走着瞧。小熊进来。任老板有什么吩咐？老家伙他竟给我们麻烦，看来我们得亲自去看看他想干什么。您的意思是？这样，你帮我准备点水果和礼物，看样子我得亲自去看看他了。哎呀，坐，随便坐，别客气啊。哎呦，大叔啊，哎，以前呢是我们不对，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哎，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吧。哎，谢谢了。哎，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搬的。您嫌赔偿太少？不是。这样吧，我给你加一倍。我都说了，不是为了赔偿的问题，那是为了什么？哎，哼，大叔，你知道吗？就因为你不肯搬，使我们的工程延期，弄得我们公司损失了几百万。还有啊，不仅是我们国家本来可以在这块地皮上赚几百万，因为你和其他人不肯服从安排，害得我们见财化水，国家都少赚了几百万。大叔，你想做千古罪人吗？那先生，我老实跟你说，六年前因为一场大火，我为了救火腿给弄断了，从此以后我就没离开过工厂的附近。你为什么要我搬到别的地方去呢？老兄啊，我不仅瘸了，也等于瞎了。啊，这样吧，你知道工厂对面向东那栋楼吗？知道。如果你肯搬走，我送那边的房子给你，明天就可以搬进去了。啊，是真的吗？喂，你可别骗我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好，我马上搬。哎哎哎，别着急，先到我办公室，我们写好合约，签好字，那才能做实嘛。哦，也好，好，马上就去。哎，谢谢。嗯，啊，谢谢谢谢。哎，这就走。哎呀，哎。后边有摩托车跟着我们。巧合，先回公司。回公司？当然回公司了，难道出去游山玩水？是是是。对了，大叔，您全名叫什么？我啊，我叫黄阿九。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我老家在北方，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您最亲的什么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哎，哦，我们准备送套房子给你嘛。那您将来百年归老，总得有人继承吧？哦，既然你这么关心我，到时候把房子送给有需要的人，那就行了嘛，对不对啊？嗯。那好吧，那九叔，你在这签个名。怎么？你将白纸签名就行了。
啊，我的秘书呢正在休假，来不及打合约。你现在呢得签好名字，他再回来打上就行了嘛。相信我，我不会骗你的。要怪就怪我小时候不好好念书。想当年我每天上学的时候，不是装肚子疼就是睡懒觉啊！结果我爸爸不是哄就是拉，要把我送到学校去。我在那一坐多了就犯困，所以每天就得罚站留在学校里，根本没心思读书，老师拿我没办法。我爸爸可凶了，他一来啊又打我又骂我，这没关系啊，那我妈可是个老好人，因为我是皇家的独生子啊，我奶奶更疼我。结果每天做我的挡箭牌啊，那日子一长了，三教九流那些事儿我全都学会了。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读书不成者三大害，吃喝嫖赌。我全占了啊，什么我不会呀？还连偷带抢，坑蒙拐骗，什么事我都干过了。在局子里做了不少的时间啊，现在放出来，你看，腿瘸了啊，我上哪儿住啊？无亲无故的，又没个依靠，人到老啊，真不行喽，你说怎么办呢？大叔你连字都不认识，只有一个人呢，很惨的。惨是挺惨的，谁叫我当年不争气呢？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应该有个好家庭，有儿子孝顺我，有老婆做饭给我吃，我的家里也不会乱七八糟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家都吃团年饭，个个兴高采烈的，想想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想以前所作所为，真的是非常后悔呀。大姐夫，既然是这样，我认你做干爹，你以后就不会寂寞了吗？真的啊，那可太好了。想不到到了这把年纪还有这个福分，有这么大的干儿子。那现在我是你的干儿子了，你应该相信我了吧？来签名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认识字儿啊。不要紧，打手指模也是一样的嘛。在这儿。好，九叔。宝姑娘。九叔，他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这位任老板现在呢是我的干儿子他叫我呢早点搬出去，他说在厂附近找到一套房子送给我住啊。送给你一套房子？是啊。怎么样，我关心干爹的日后生活，而且是正当的交易，难道犯法吗？你有这么好吗？九叔，你要小心考虑啊。开始我也考虑继承的问题，现在我有干儿子了，不用担心了。九叔，你要想清楚啊，一个有钱的香港建筑商人无缘无故的认了一个又老又瘸的干爹，难道看中你是个穷光蛋？不错啊。我和干爹特别有缘，送到房子给他做见面礼有什么不对？九叔啊，有没有听过老虎不吃羊，和尚不吃素，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便宜事？那倒是啊。九叔啊，厂里面呢一直也有照顾你，你放心吧，你以后的生活呢厂方一定会照顾你的。那就是说，既然他认你做干爹，又说送套房子给你，那好啊，我也认你做干爹，你也送套房子给我，还有我爸爸妈妈爷爷姑姑也认你做干爹，你也送套房子给他们，好不好？好啊。干爹啊，这样吧，其实也不用着急的，你回去考虑考虑清楚再来吧。那我们先走了啊。臭丫头，你太多管闲事了，是你不知好歹，别怪我心狠手辣。
大叔，送石油气啊！送石油气呢。我没说要送石油气，谁叫你送来的啊？哎呀，这……哎呀，我不知道啊。哎，我告诉你啊，钱下次给啊。啊，还有，把门给我关上。行了。还不是时候，还差一个人。任斌，你在香港的老底我们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而且我们早就知道你会搞鬼的，所以我们就布下了这个圈套引你来上钩。别动手，不许乱动！叫你别动，别动，别动啊！你了，喂，你想干什么啊？我想干什么？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如果我一天没有搬走的话，你们绝对不可以开工。你也是个打工的吧？你是怎么回事？竟然站在他们那边，你应该帮我才对吧？你现在这样做就跟我过不去。老兄啊，这不就是为了糊口吗？啊，我怎么跟你过不去了？啊，有什么事你去跟我们老板说，对不对？这个我不管。我告诉你，你们老板一天没有安置我，没有批钱给我的话呢，我是绝对不会搬走。你这个人真不讲理啊，你太不讲理了。你不管是吧？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再不停下来的话，我就跟你拼了。孟海，啊，哎，何必这样？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呢？厂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这厂里熬了大半辈子了，我得到了些什么？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的窝呀。哎呀，海，你也看见了，我们的陶瓷厂现在这种情况，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有口饭吃嘛。厂长，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厂里生意是不好，但是你可以卖地盖房子赚大钱呢。你说会赔偿给我们的，现在赔不赔啊？赔赔个屁呀！我一分钱都没拿到。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只要你答应搬出去，承建商就会把2000块钱交给你手上。如果你真的搬走了，再给你2000块做安家费。2000块？你开玩笑！我去办手续的时候啊，他们就告诉我，香港那边的钱还没有寄过来。叫我先搬出去才给我安家费。好，我们先不说这些了，我就说说陈六和李超吧，他们搬了都一个月了，现在有钱吗？一分钱也没拿到。厂长，我老实告诉你了，
我现在准备联合所有的人一起写一份联名申诉书去市政府那儿告你了。我想市委一定会处理这件事。你这么做就是要砸我的饭碗啊！你别以为我这个厂长好欺负啊，大不了树倒猢狲散，我不是好欺负的。师傅，这次是我不对，操之过急了。这样吧，你到我们办公室去，有什么事大家慢慢商量，一定帮你解决的。哼，你少跟我来这套，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哎，这样吧，你到办公室慢慢说，我先给你2000块搬家，然后将来美丽花园盖好了之后，我以50%价钱卖套房子给你，这样行了吗？你会这么好？就算是，我也没钱买啊。厂长，我尊重你的名誉地位，暂时不联名去告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好，哎，你帮我拿主意就行了，反正这些钱是意外财嘛。好，我们来干杯吧，预祝我们的雄图大业得以顺利发展。嗯，哎，慢着，关于孟海这件事你一定要抓紧点。放心吧，一定能解决，干杯。邵老板，邵老板，进来。老板，公安侦查组的。进来再说。老板，公安侦查组的宝仪在到处调查呢，现在还在问情书，我怕早晚会找到我们的，怎么办呢？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安排妥当才能施工，那你欠的38000块要尽快交出来，不然的话国土局会取消我们的施工计划，把我们向银行透支的施工材料就完了。李成修，我明白你的难处，但邵老板旅行去了，其他的股东也做不了主，我也没办法。我怎么办吧？
玉成兄，我看这次要靠你想办法。以你在本地的名誉，三四十万不会把你难倒的。你仔细想想，我们只要把居民全部都迁出去，能够准时动工的话，广告在电视上一播出，这块本市的地王还怕没人来买吗？2000多个单位每人付10000块定金，就算是五折也有上千万，到时候什么都解决了。啊不，我是说到时候我们有充裕的资金把债还了，就可以专心发展我们的计划了。那好吧，我回去问问厂里的意见。你是行政处的宝仪小姐吧？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呢？啊，我刚才正在追捕一名凶徒，看着他走了进来，所以我特地上来查看一下，这里是不是藏着凶徒？你无凭无据擅闯民居，你说我是杀人犯都可以了，这是执法行为吗？说得好，难道暗中指使凶徒偷袭，叫做流氓，骚扰居民，强逼搬迁，以达到你谋取暴利的目的，这又是合法的吗？我告诉你，我是正当商人，你不要胡说八道。要不要给你们局长打个电话请示一下，什么叫擅闯民居，污蔑诽谤，什么是法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问问他该怎么做。姓任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你以后要再搞阴谋诡计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自为之吧。我也告诉你，虽然你是公安，也不能胡作非为。你要是不知好歹的话，一样没有好日子过。我要是怕你的话，就不会当警察了。希望你以后别栽到我手上。老板，最近有很多陌生人出现在九叔家的附近，我担心是公安的便衣。是真的吗？是啊，还有啊，那个黄宝仪啊，每天都去九叔家，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什么事？你叫我们盯紧点儿，逼九叔早点搬走。我看最近不能妄动。算了，继续监视他们的这些举动，有什么事随时来站岗。是，老板，我先走了。拖延时间整死还没那么容易，走一瞧。小熊进来。任老板有什么吩咐？老家伙他竟给我们麻烦，看来我们得亲自去看看他想干什么。您的意思是？这样，你帮我准备点水果和礼物，看样子我得亲自去看，不计小人过。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吧。哎，谢谢。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搬的。您嫌赔偿太少？不是。这样，我给你加一倍。我都说了不是为了赔偿的问题。那是为了什么？哎，大叔，你知道吗，就因为你不肯搬，使我们的工程延期，弄得我们公司损失了几百万。还有啊，不仅是我们国家本来可以在这块地皮上赚几百万，因为你和其他人不肯服从安排，害得我们见财化手，国家都少赚了几百万。大叔，你想做千古罪人吗？那先生，我老实跟你说，6年前因为一场大火，我为了救火腿给弄断了，从此以后我就没离开过工厂附近。你为什么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兄啊，我不仅瘸了，也等于瞎了。这样，你知道工厂对面向东那栋吗？知道。如果你肯搬走，我租那边的房子给你，明天就可以搬进去。啊，是真的吗？喂，你可别骗我啊！我什么时候骗过？好，我马上搬。哎，别着急，先到我办公室，我们写好合约，签好字，那才能做事。哎呀，好，好，马上就去。哎，谢谢。啊，谢谢。这就走。哎，
老板，后边的摩托车跟着我们。巧合，先回公司。回公司？当然回公司了，难道出去游山玩水？是是是。啊，对了，大叔，您全名叫什么？我叫黄阿九。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我老家在北方，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您最亲什么人？你问这干什么？我们准备送套房子给你了，那您将来百年归老，总得有人继承吧？既然你这么关心我，到时候把房子送给有需要的人，那就行了嘛，对不对啊？那好吧，那就说你在这签字。怎么你将白纸签名就行了。我的秘书呢正在休假，来不及打合约，你现在呢签好名字，他再回来打车就行了。相信我，我不会骗你的。要怪就怪我小时候不好好念书。想当年我每天上学的时候，不是装肚子疼就是睡懒觉啊！结果我爸爸不是哄就是拉，又把我送到学校去。我在那一坐多了就犯困，所以每天就得罚站留在学校，根本没心思读书。老师拿我没办法。哎呀，我爸爸可凶了，他一来又打我又骂我，这没关系啊。在这儿。好，我说。宝姑娘。就说他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这位任老板现在呢是我的干儿子他叫我呢早点搬出去，他说在厂附近找到一套房子送给我住。送给你一套房子？是啊。怎么样，我关心干爹的日后生活，而且是正当的交易，难道犯法吗？你有这么好吗？就说你要小心考虑。对呀，开始我也考虑继承的问题，现在我有干儿子了，不用担心。就说你要想清楚，一个有钱的香港建筑商人，无缘无故的认了一个又老又瘸的干爹，难道看中你是个穷光蛋？不错啊。我和干爹特别有缘，送套房子给他做见面礼，有什么不对？就是有没有听过老虎不吃羊，和尚不吃素？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便宜事啊？那倒是啊。你就是厂里面呢一直也有照顾你，你放心吧，你以后的生活呢厂方一定会照顾你的。那就是说既然他认你做干爹，又说送到房子给你，那好啊，我也认你做干爹，你也送套房子给我，还有我爸爸妈妈爷爷姑姑也认你做干爹，你也送套房子给他们，好不好？好啊。干爹啊，这样吧，其实也不用着急的，你回去考虑清楚再来。那我们先走了啊。太多管闲事了，是你不知好歹，别管我心疼什么。呀，我没打电话叫石油气呀。我不知道啊，收下吧。我跟你说啊，钱下次再给啊。还有，把门给我关上。行。还不是时候，还差一个。不许动，别打！
斌，你在香港的老底我们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而且我们早知道你会搞鬼，所以就布下了这个圈套引你们上钩的。你也有今天呐！